各位热爱篮球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欢迎通过我来电视网来收看2023到2024年全新赛季的 T1 联盟篮球例行赛。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天，下午2点要为各位送上的是台北战神出战开披永丰云豹的比赛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双方的先发五人哦。台北战神的部分，丁胜儒、陈文宏、黄聪汉、麦卡利还有强森。那在台啤永丰云豹的部分，高景伟、蒋玉安、李奇伟、克罗马、威廉斯，这一套先发阵容跟昨天是一模一样。McCree 中路杀进去，克罗马脚步跟不上啊，转换过来，高景伟在外围，高景伟切到篮下，结果被后面的黄聪汉盖掉，成功的防守哦。这边一个空中接配，拿球进算 N1。丁胜儒跟陈文宏，比赛开始到现在哦，这个台北战神没有一球是在外线出手，每一球都是往篮下去打，这侵略性真的很强，是特别是切入的进攻，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，转换过来，李奇伟给到小安，再掉到篮下，威廉斯转身出手被盖掉，又是一个火锅。云豹目前只有2分进账，麦卡利中路杀进去，被挡了下来。Kiwi 自己的上来一条边得分。面对包夹上来传出来，再往里面塞，哇，这个勾射投得漂亮，尤其是在禁区的一些碰撞，其实是稍微宽一点点的。那其实，在球员这边就要赶快做出一个反应。小安外线急停的出手没进，黄聪汉的篮板，林胜儒很快的给球，恩多双手把握轰炸篮，再交中路杀进去，结果李奇伟赏给对方一个火锅。张根玉面对克罗马起跳又被盖了一锅，哇，今天真的在这个已经有点冬天的天气哦，大家吃火锅吃得很暖，哇，结果这一次克罗马强势的上篮得分，这才是克罗马必须要帮助球队的模式啊，哇，再来，有一就有二，外线的出手曹俊翔没有投进，篮板球汉密尔顿被拨掉，麦卡利在篮下计算 N1。 另外就是因为像从昨天开始哦，其实小安他所守的这个球员，哇，来了，朝天凳又来了，再来恩多今天第二冠，哇，今天这两冠现场观众应该都已经认识他了，克罗马这2分再要到，个人拿下8分，哇，但是你看恩多很积极的，汉密尔顿再盖一锅，哇，今天第一节光看火锅就看得很饱啊，而且回过头来又是一个防守带动的转换快攻得分，给到 Michael， 高勋翔再交恩多杀进去，裁判哨音起啊，高景伟给到汉密尔顿，哇，结果球被抄走了， Michael 曹勋翔自己一条边的上篮，速度够快，哇，曹勋翔队友掩护之后再回出来，林炳胜转移到另一边，林英辉外线的出手投进了3分球，威廉斯往里面硬打，吃掉了恩多，哇，进攻时间剩下5秒，高景伟因为丁胜儒的防守外线起了劲，高难度的3分球，哇，哇，丁胜儒被恩多绊倒了，哇，自己被队友绊倒，回过来转换快攻，空中林信宽补进了这一球，对，强森在中路就有拨到，结果林信宽中间拿到，哇，这个后门开得漂亮，林胜儒找到恩多，恩多面对威廉斯想要讨回颜面后仰出手讨回来了，李奇伟回到高景伟手上，高景伟跳投得分，又是一个3分球。我们看到威廉斯非常厚实的身材，可以帮他做一个很好的掩护挡人。哇，这个给球跟强森没有配合好，战神发生失误，转换过来，林信宽要到了净算 N1 的机会。哇！
那林信宽目前个人有8分进账，高景伟2颗3分球6分进账，麦卡利自己一条边杀进去哦，撕裂，云豹的防守，所以这是一个成功的挑战。威廉斯中距离的跳投得分，哇，轻松的拿到这2分了，战神的进攻，麦卡利，恩多来帮他掩护。 麦卡利要掉给恩多，拦下边击他转身之后，双手暴扣他今天个人第3次的暴扣啊！面对麦卡利，这个给球直接被阻断了。战神成功的防守，麦卡利给到了陈文宏上篮得分。这个战神啊，他们这非常积极防守所得来的一个好的成果。小安的一个中距离跳投得分。 要展现出挺的这个感觉，要传递出一些讯息。哦，哇哦！金胜儒给到麦卡利，外线的出手没进啊。恩多，哇，又是恩多积极的表现。麦卡利后仰跳投没进，恩多再抢一个双手暴扣，今天他个人第4次。哇哦！科罗马地板球找到汉密尔顿，抛射得分。 林秉胜中间杀进去，传出来，快速的传导 ，Michael， 曹勋香的起码是这个抛投得分。因为其实不管是高景伟或者是林信宽啊，其实他们国际赛的经验都相当的多。是，他们也一直有在这个休赛季有接受，有到这个中华白队做一些历练。55-50，上半场比赛时间剩下32秒。 林秉胜传导，又是一个暴扣，这次是单手啊！最后的7秒钟，在上半场比赛会结束。克罗马选择外线拔起来的出手进，哇，也让整个上半场比赛一个惊叹号作结啊！克罗马3分球。 让台啤永丰云豹在上半场打完的时刻，仍然是有58-52的6分领先。今天他个人已经是篮板来到双位数10个，那进攻篮板有2次。哇，丁胜儒差一点掉球哦，黄聪汉捡到球出手没进，强森，哇，拿到进攻篮板2分要到。蒋玉安给到高景伟，克罗马跳投出手进，这是一个外线。 我整体的战局还是仍很焦灼啊！麦卡利掉球了，是失误。哇，其实克罗马我们看到他在下半场连续几次的超截哦，也有效的提起了这个自己球队的一些攻击哦。恩多，高景伟想要去抄拉球，也抄到了吗？最后丁胜儒救回来，给到强森，双手扣篮。汉密尔顿现在来到场上。 恩多跳投出手得分，哇哦！有时候不是自己的区域，不是自己投篮区域，他也可以有很好的手感。哦，哇！林秉胜直接抄走了克罗马球，转换快攻的机会上篮得分，曹勋香拿到给到秉胜，哇！这给球掉了，高景伟抄到球给到克罗马，上篮得分。 在传球的球线上面的被对方阻断哦，真的要好好的想一些办法哦，因为太多连续的失误哦，造成的这个对方快攻哦。克罗马给到蒋玉安，小安杀进去了，哇！给到里面的恩多，面对汉密尔顿的防守，球掉了，云豹成功的防守，高景伟给到克罗马，跳投进。 哇，克罗马现在得分来到25分啊！其实他加入了 T1 联盟，前面2场也并没有打得特别出色。那当然，昨天他在那个隔壁棚的比赛啊，表现也不是很好。哇，就这一次自己救，克罗马还是拿到了这2分。政委交给林信宽，再交给政委。 传出来，高景伟外线的出手进，可以改变现在整个场上的节奏。蒋玉安绕进来，给到篮下的威廉斯，给的很漂亮，绕出来，进攻时间剩5秒，蒋玉安。
晃过对手之后跳投，这样子也能进啊！哇，蒋元做了一个假动作，传出来的时候被麦卡利抄走了。麦卡利现在跳篮得分，还有哨音啊！比赛时间剩下最后七分钟，蒋元中路晃过对手，过人上篮。麦卡利这阵子战神主力的得分手，后仰的跳投他也行，哇！转换过来，曹勋翔给到恩多踩进去，双手直接扣篮，如入无人之境啊！今天恩多14投13中两分球，克罗马晃开了对手之后，这两分球进算 in one。拿到球的话是有机会轻松拿分的。对。陈文宏中路传出来，曹勋翔外线的出手，逆转曹杰的三分球。那脚里面球被拨了一下，强森再给恩多扣篮。小安来主控，交给高景伟。进攻时间剩下七秒。高景伟给到了 Kiwi 外线 J， 拆弹成功，给到强森顶点的外线出手没有，篮板球的争抢，最后还是战神的球拿到，曹勋翔，进攻时间剩下五秒 ，Michael 打进去，打最后空心破网这一球。双方两分的差距啊！比赛时间剩最后一分钟，小安杀进去，计算 and one。蒋玉安这个时候跳了出来，那附带着四超截、五篮板、三助攻。球发进来，战神的进攻。强森面对威廉斯的防守，没有机会。Michael 曹勋翔勉强的出手，球弹框没进，小安抓下了重要的篮板。哇，这一球对战神来说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犯规哦。是，因为自己还保有一次最应该是最后进攻的时间机会。这球被拨了一下，有点危险，进攻时间剩下三秒，有犯规。哇，小花哥说不能发生的事情，战神还是犯了。林胜如给到陈文宏，哦，篮下身体的对抗被挡住，没有哨音，两罚都没有，要赶快出手了，哇，来不及啊！到了最后这个关头，两个人还在抢，谁要把这个篮板抢下来啊？哇，那就对战神来说没办法，这场比赛台北永丰云豹中场102-99三分之差击败了台北战神。云豹拿下了他们在 T1 2023-2024赛季的第一场例行赛的胜利，而在例行赛首次出赛的台北战神则是吞下了首败哦。